大家欢喜过年之际，警消单位不仅要坚守岗位，甚至比平常还要更加忙碌。光复乡长林清水有鉴于此，特别赠送了乡内各警分驻局、消防队以及协勤民力跑面慰劳，让协勤人力能够快速以及方便的补充体力，也让各个受赠单位感到就甘心。一箱箱的泡面送到员警手中，不仅代表乡长林清水的关心与慰劳，也是乡亲民众向春节期间辛劳执勤的警消们表达感谢。闪亮，那是非常。从上个月24号起，警方启动111年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专案，不论员警还是消防，也因为春节返乡拘留人车潮而更加的忙碌。光复乡长林清水有鉴于此，在有限的经费资源下，特别赠送光复乡内各派出所、消防队以及协勤民力泡面慰劳，让执勤人员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方便快速的补充体力。泡面来给大家用，就是感谢你们的辛劳，这样子。农历春节大家欢喜过年之际，警方执行为期15天的加强重要节日安全维护工作专案，坚守岗位。光复乡公所也相当感谢，特别赠送泡面给乡内各派出所、消防队及协勤民力，各受赠单位也都就甘心。记者石玉兰，光复采访报道。